接触到素未谋面的姐姐家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老爸再婚后，自己莫名多了一个姐姐，正巧赶上自己实习的地方和姐姐在同一个城市，我的新妈妈直接把我安排在了姐姐家，也不知道我这个姐姐长什么样，会不会是那种长发飘飘、大长腿的温柔御姐？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咱就是说独居女人的家属实有点儿乱。你谁啊？这属实是尴尬了。你谁啊？不，要你累的三峡的麦。喂，我亲爱的妈妈。安全到你姐那儿了没？我到是到了，但好像是不太安全。怎么事啊？不，给电话。喂妈啊，你弟那个马上实习了，来这边没地方住啊，先到你那儿住两天啊。那妈呀，不行啊，我这不所以我的亲爱的姐姐，要不要欢迎我拥抱一下？接下来一下不太好过。